会做甜点。你说嘛？会啊，会啊，我本身就有一些小小东西，就会做给他们吃啊，面包、饼干都会。在这之前，我就稍微做一点。那来到这节目之后，对做这件事情、做甜点这件事情就蛮有兴趣的。应该说内部上面有一些些问题啦，对。那之后就是已经正在努力洽谈，希望可以快一点，继续努力，马上就可以再可以的，跟大家怎么在正在谈中，是在内部啦。我希望快一点，但就是细节都还在谈啊，对啊，然后也会比较再谨慎一些些了。你说嘛？会啊，会啊，我本身就有一些小小东西，就会做给他们吃啊。你会做松饼吗？对，松饼。对，然后面包、雪 Q 饼，对，面包、饼干都会。就我觉得在这之前，我就稍微做一点。那来到这节目之后，对做这件事情、做甜点这件事情就蛮有兴趣的。而且你不是结束以后还自己去上课吗？对，我还找我们节目，就是我们也算是灵魂的老师来在我们后面指导我们了。嗯，对，然后我还去找他，就是一起上课，然后看他怎么做。雪 Q 饼我觉得蛮好吃的，雪 Q 饼真的好好吃哦。就是爷爷是会财务上，应该说内部上面有一些问题啦。对，是员工的问题吗？员工就。差不多就是对啊，内部上面有一些问题，对。那之后就是已经正在努力洽谈，希望可以快一点，继续努力，马上就可以再可以的，跟大家讲，在正在谈中，是在内部了。我们明年开幕吗？我希望快一点，但就是细节都还在谈啊，对啊，然后也会比较再谨慎一些些啊。嗯，那有花很多钱吗？砸了多少？你说现在吗？对啊，就正在谈，还没有。如果真的有成功的话，再跟你们说。大家一起来打多久？对，哎，不错啊。那会回去教课吗？还是会以演艺为主？还是会啊，因为我本身还是教练啊。嗯，对啊，我还是员工嘛，不可以忘本教练啊。对，我觉得主要比较现在比较遇到比较大的问题，可能就是教练上面要找的比较困难一些。嗯。对，那我本身因为我还有其他的像合作金库，我还是要过去嘛，当教练，所以那边如果不是找一个信任的，或是真的是很熟悉的，其实还是比较不放心。嗯，对，所以正在评估这件事。嗯，那如果新的店开了，演艺事业会比较暂时放下，还是怎样？演艺事业哦，其实我们没有考虑到一定就是两边的在做这边就不能做，就是同步进行啊。对啊，当然我还是比较有一个大原则，就是要以我家庭的时间为主来去发展。对，这个是比较重要的。那小姐，过年就是过年快到了，有机会可以一家团圆？有机会吗？我希望可以啊。对啊，嗯。就还在进行中。对啊，就是这部分可能就是律师们在，就是都交给他们全权的处理啊。说真的，这方面我也不太方便的去说些什么。对啊，就交给他们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吴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。我是小 S。我是江南雄，是我爸上陈美凤。我是黄静莹。我是郑慕辰。我是孙腾。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。我是艾薇。我是兰兰。我是 Weekend。我是林正义。我是郑欣宜。我是陈君。我是陈柏宇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准备的，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，上三立新闻网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。祝你得奖 ！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！ 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！OK，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！Merry Christmas！